生兒育女係一件消耗體力嘅工作，為咗完成。生命一無所知，但係佢嘅母親就好清楚知道每一種生態嘅靈魂、敵人或者係朋友喺近海處，同大馬哈尼正在結集，準備向塔克曼產卵地進化。無有必須有足夠嘅，先至可以保衞到自己嘅。暴露地，如果唔係，佢哋就唔能夠得到足夠嘅體重過冬天。相對而言，就係冇乜傷害性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同佢一齊就好似玩火咁樣。爸爸，哥哥。
維多利亞的鋼丸上嗎？九歲開始，遊坑已經做了五十幾頭小熊的爸爸。今年春天，多年嚟第一次有雌性拒絕佢嘅求愛，微妙的變化表明了佢經歷了至關重要的增長速度已經落後於時間表，佢的消化功能已經變弱，有些牙齒已經暈。